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再度来到台北市万华区的乡下口味萝卜糕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过年期间的话，就是有营业的店家就非常的感谢了。而且重点哦，蛋也没有涨价，所以还不来买爆它。现在荷包蛋变成是这个很稀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老板娘早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哎、欸，对。不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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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老板娘非常的佛心啊，那个现在蛋那么难买呢，也没涨价。大家吃的高兴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辛苦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一份萝卜糕、藕桂糕，还有一碗综合汤。好好，哎、欸，谢谢。再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好，感谢啊、哦！在这个过年期间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萝卜糕跟萝卜排骨汤。嗯老板娘从除夕到现在都没有休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休了，客人根本就是啊，嗯，根本就饿得肚子没得吃，嗯，好，老板娘相当辛苦了啊！现在看到这个油也这么干净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蛋姐蛋。哦，这个汤，哦，热腾腾，热腾腾，尤其是它这个辣椒也很好吃。你先坐哈。好，那一早的话，生意就相当的好。好，热腾腾，热腾腾。赞哦！好，这个汤相当的赞啊、哦！我目前就是丸子跟萝卜哦，因为老板娘说那个排骨还没有软呢。嗯，好，热腾腾热腾腾的啊，这样一早能够吃到就非常的感恩。哎，谢谢。然后、哦、那老板娘讲说，他们用的肉都是黑猪肉哦，吃得出来就是有股鲜甜味。哦，真的很棒哦！如果这个排骨的味道再卤进去之后，就那骨头啦哦，会更鲜甜。然后上次喝到汤更棒。哦，今天我比较早来了。嗯嗯嗯。好的，小丸子相当的美味哦。好，所以是满分了，很棒。哦，冷冷的天这样吃起来，整个身体就暖了起来。哦，非常棒。好，那也谢谢老板娘这几天的辛苦哦。都不休，真的是太强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没休啊，好赞！好，再次不可错过的就是这个综合的啊，藕桂糕还有萝卜糕，还有荷包蛋。
啊，现在蛋好难吃到，真的是感谢。然后在这个刚煎好的萝卜糕，嗯，那这样这个小鱼辣椒啊，嗯，哦。哦，非常的美味啊！嗯嗯嗯。哦，过年期间完全不休哦，各位朋友可以来吃一下，捧场一下，而且还很好吃。嗯嗯嗯。哦，这个辣椒真的辣得非常的过瘾啊！是这个月底跟月初的好朋友啊，嗯，香喷喷香喷喷的，真的非常的棒。嗯，哦，欧哥快要也非常的好吃哦，很香。嗯，赞啊，样样满分。好，这OK条就有这个芋头的香气啊，很棒。真材实料啊！哦，辣的很棒啊！嗯嗯嗯。有了，把菜刀放出来，丢丢菜菜刀。哦，一下就坐满客人了。好，真的很好吃。冰柚啊，赶快来尝尝看啊！很快就下班了。嗯。赞，嗯，哦，真的超好吃啊！这汤头真的非常的棒，上次燕嫂吃也赞不绝口哦，觉得非常的好吃。嗯，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相信这个很快就卖完。哦，真的大客满。真的很棒啊！啊，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了。等一下哈、哦。好，老板娘，那我一样再带一样的，然后带回去一份，嘿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进来，进来。长期啊，解痛吗？那、啊、我现在生意整个开始好起来了。应该卖完会提早休息啊、哦。哦，下午去吧。啊、下午哦 ，OK。啊，去好，那这一份就带给燕嫂吃啊。她上次吃觉得非常的好吃。好，那老板娘辛苦了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然后新年快乐。好，虎虎生风，拜拜。